噔噔噔 Go Living Abroad International News 出走人们欢迎回来出走吧国外生活攻略我是 May 我是 Sherry 我们每周一早上更新请记得关注 KKBOX Spotify 也记得订阅 Apple Podcast 评五颗 星今天呢是尬聊国外进行式你没有听错，听出走吧 ，follow 国外时事。哎、欸，今天是很 international， 再怎么说我们也是出走吧国外生活攻略。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特别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决定要给大家长知识。没错，对，不能再这样子那么废了。而且你看，我们也要五十几集了，所以我觉得蛮厉害的。干嘛？蛮厉害？不是啦，你应该是说。欸、感觉到了做到一定的级数感觉要再给大家更多东西 对, 對、啊、虽然我们以前也是给你们很多东西啦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啦对啊那我们是还蛮有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思考说要怎么样去把我们的 Podcast 平台能够做得更知识化、欸、对对，所以我们之后呢，就讨论一下，我们会有这是一整个系列，会整个系列，但是不会连续啦，不会连续，对啊，对啊，怕你无聊，对，因为有些人喜欢听干话的，还是不要走。你放心，我们干话还是会出现，干话加知识，这个很难做到。哎、欸，我们 only 对，不要乱讲，only 吗？有一点对，反正呢，简单来讲，大家都就是很明显的嘛，就是国外一些新闻，但是我们大多可能我们会尽量找一些旅游的，但是其实因为现在大多在疫情，所以可能我们这边也会做一些跟。疫情相关的东西这样子、嗯、对反正就关于国外的反正就是你听我们、嗯、你就会知道现在国外在发生什么事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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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然你都以为就是外面很 peace 还干嘛 的根本没有、哦、根本没有哦对啊你看像最近那个什么确诊什么已经满一亿人口了、欸嗯、对啊是确诊还是死的应该不是死的吧反正就是七十个人中就会有一个是确诊，对，蛮夸张的。对，所以你懂那种感觉吗？一亿啦，你看病例总数是一亿，就是七，你看现在地球上七十几亿人口啊，有一亿、哦，所以等于七十个人里面就一个确、欸、诊。但是台湾很幸福，是你可能七十个里面可能零个之类的，少少的，对，可能要七千个里面才有一个，对，少少對、啊。所以说我们这边呢，就透过你们来看世界，哎、嗯欸，这是跟我们的 podcast 第一集有讲到的一模一样。对对对，好，那我们就话不多说，话不多说，我们今天会有分享两则新闻、嗯、对第一个就是呢日本加拿大因疫情民众邀主厨到家中料理超夯超、欸、有钱太多、哦、很夸张、哦、我们等一下看到也是钱太多的问题我们等一下会继续念我们的报道、哦、第二个苏格兰机场人员不清楚机场隔离规定啊，那不就很严重？那里全部的人没有隔离哦、喔嗯。没关系，我们家就知道。好 ，OK。好，那我们先来念第一篇。那这由我们家的 Cherry 来为我们。好，那我们的新闻是真的是新闻，不是我们制造的哦、喔。对，我们第一篇是来自英国一个线上平台的 Daily News。好，那我们直接把它翻成中文，因为他们有提供中文翻译，非常棒。那如果你想要去练英文的，自己去那边看哦、喔。啊，非常棒。好，非常的 Burbank Burbank。OK， 好，开始，不要吵。随着新冠，怎样好难哦！随着新冠病毒疫情，让人们远离他们最爱的咖啡厅或餐馆，有些人开始寻找新方法，将餐厅等级的食物带到家里。虽然像是 DoorDash 和 Uber Eats 等食物外送在疫情期间使用量大增，有更多的人也决定不要点食物，而是点厨师，私人厨师到家里。并非新事。美国私厨协会成立于1991年，截至2019年已有1000名以上的会员。哇！不过目前有些厨师的餐厅因为疫情而无法赚到足够的钱，也开始选择成为私厨。私厨的顾客包含无法或不愿意去米其林星级餐厅的富人、有钱人，和无法外出庆祝生日或婚礼的平凡人。在日本内山龟大组在疫情期间失业后与这什么 Sharedine 注册会员他就是在这个地方注册会员对可能是个线上平台对线上平台注册会员、嗯、这是一项将主厨送到客人家中的服务我用别人厨房的时候感到、这是他的话、哦我用别人厨房的时候感到有一点点紧张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经验他向共同通信社说好
这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无法真的在外面用餐，而我的时间也都被养小孩给占据。内山龟的顾客之一是一名30几岁的女医生，她向共同通信社透露，好，在加拿大温哥华租出 Jefferson Alvarez 为所有的人下厨，从豪宅屋主到医疗人员都有，这其实比在餐厅里工作好玩多了。他向《环球邮报》表示：“哇 ，OK， 哎、欸，很酷哎、欸，对啊，就是把另外一种的，这怎么？我刚他想说把人点厨师，对，点人的意思、啊，以前不是那种怪怪的点人到家裡的那種，哎、欸，不要讲，对啊，但这是另类，这是另类的，对啊，这是正常管道的。我觉得想 business 人真的很厉害、欸，就是他就是知道。”怎么那个趋势是什么？会因应时势在走。对啊，因为其实就像台湾的话，我觉得像是 Uber Eats 或 Food Panda， 其实是大家最近蛮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大家现在上班族都懒得出去，或者也是怕疫情嘛，对，所以都是用外送点餐。然后他们也还蛮有心，就是你看也可以就是把食物放在门外，然后你再去拿之类的。我觉得他们都有做一些变化，但我觉得这更厉害。对啊，嗯，因为我刚刚有去看那个 Share Dine Call， 它是一个日本网站，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查的话，要 Google 可能要打 Share Dine， 它是一起的哦。SHARE SHARE DINE， 然后空白 CO， 然后你再打 Japan 才会有，应该就会有。我刚查到，所以这是日本的，对，是日本的，对，好像是厨师们，它有点像是一个平台，所以有点像是日本厨师们可以去注册成为主厨，然后客人可能就可以从那边点你的感觉。而且日本真的疫情很严重，对，日本真的蛮严重的，对、啊、所以很需要这样子搞。对、啊、对，因为其实我们有稍微看一下像是我们今天是礼拜五嘛，我们其实这个 podcast 是在礼拜一的时候，所以是大家听到的时候可能已经是两三天前的事，两三天前的事。那目前这个 data 的话，我是看了 Google， 基本上他们大概以人口来算，大概 0.3% 有确诊啊，就是这种39万吗？个什么39万？就是这个、啊。这样子 case 千万三，对，39万确诊、然后他们的 deaths 就是死亡人数也高达6000、其实他们是真的蛮恐怖的、欸、对对啊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哦，那他们有想到这种 idea 其实也不错，对啊，那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有一些措施，就是让主厨可能就是要小心啊，不要感染之类的。其实我蛮好奇多少钱的，我等一下去看一下，我觉得我们可以看，然后大家想知道价钱的话、我们说不定会写在部落格、说不定说不定又在那边不确定哎、不是，我刚刚画大饼，画小饼，画小饼，不想确定。因为我刚刚看的那个什么、那个网站是全日文呢、欸，全日文啊、喔，全日文、欸。啊，你不是最近有人考到 N5？ 哎、欸，对哈、欸，而且他啊，对对对，讲到 N5 这个人，他还有帮你们写部落格文章、欸啊，对对对对对，对啊，你们有想要去考日文检定的？我觉得 N5 大家可以尝试、欸、因为其实我也没有很认真读、他真的没有很认真、欸、就最后那个几天的时候请假读一下，我觉得我靠蛮多 YouTuber 临时抱佛脚，所以我就有特地在我们的部落格golivingabroad.com 那里对，写一个简单的介绍，这样大家可以感觉看了那个就会随便都会考到 N5， 没有，还是根本不用看也会 N5 要加油。哎、欸，我刚看哦、喔，他 share dine 打扣是1645 yen的食材费，然后可能还有交通费什么有的没的，所以可能一次3个小时大概是6800 yen。那这样子的话，我想六千大概除三二没有了，除三了2000。2000多，差不多一餐哦、喔，对，大概是吃四人的家族哦，四人哦、喔，我想说一个人是吃的，哎，蛮便宜的，对啊，因为我去日本如果吃一餐啦，去日本出去吃一点高级餐厅、其实你也会吃到2000-3000 yen呐、啊。是蛮酷的、还是我们在台湾搞这个、欸？你不是也很会煮吗？对啊，还不但因为台湾疫情就是很。维持的很好 啊，但是说不定有，因为你看他们的 target 其实就是不愿意去米其林星级餐厅的富人、对，或者是无法外出庆祝生日或结婚的平凡人，或者是他们也会觉得，其实你这样外送送过来，其实也还是有一点点风险呢、对，对啊，你还是有接触到那食物啊。而且外送的话，有时候食物都冷了啊。有钱人就喜欢现煮的，但他又不能去餐厅的情况下，可是很多有钱人不是家里本来就有主厨吗？对不对？但是那个我觉得是太有钱的，这是中间。对，我觉得应该是可能平常就可能有在
外面常吃，但是现在又没办法的那种人。但是你像你说的那种，应该是超级有钱吧？对啊。但蛮酷，你看，因为连加拿大也有这种服务、欸、因为我们刚刚也是有看到加拿大 Jefferson Alvarez， 应该是说你现在在国外的出走人们，你们现在人不在台湾的，你刚好很会煮饭。哎、欸，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这个，对啊，你们搞不好可以去注册看看啊，还不错、欸。你看，因为这在日本，你们搞不好可以自己做个网站，然后在国外就可以弄，欸、感觉可以什么加拿大、啊、英国现在那里很严重、嗯，你都可以走这。而且英国的食物不是不好吃吗？英国就说 fish and chips 吗？就只有那个可以吃，其他都不好吃啊！欸、我跟你讲，你这时候开这感觉就会红哎、欸。对，而且其实我们有在听，从美国来的听众会听我们的 podcast， 所以我觉得美国也蛮严重，说不定这个在美国是可以做的、欸。澳洲搞不好也可以，澳洲搞不好也可以。对，欸、我那时候、嗯、我刚刚才去看我们的听众啊，就是出走人们。嗯，大部分是来自台湾嘛，然后菲律宾、澳洲跟美国、欸，哎、哦，可是我们 topic 刚才有讲到，真的吗？好啦，前面的出走人们，你们可以，我们给你们一个 idea 了，然后你们自己再去发想怎么赚钱，怎么变成赚钱，鼓励别人赚钱。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社会也是有帮助、嗯，因为你看像这个 Jefferson Alvarez， 也就是加拿大的那位主厨，他是从土豪也有到医疗人员呢、欸，所以他其实说不定会到医院里面去帮医疗人员餐厅。穷的那种，我觉得对啊，医疗人员也是啊，不然就一直吃便当，蛮腻的。真的，而且他们都不能回家、啊，因为他们可能怕就是会影响到家人、嗯，所以很多其实医疗人员都没有办法什么想回家就回家。感觉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这种 business， 类似我们人到现场。嗯，说相声讲笑话，人到现场讲新闻给他们听吗？真的哎、欸，就像去他们家帮他陪狗玩之类的、欸、感觉可以、欸啊、你就很开心、欸、我那么爱狗，真的就被咬。对啊，我觉得这不错啦。对啊，那这个也是蛮酷的，反正日本跟加拿大目前有在流行这个，那分享给大家流行这个。对，你们在这样是不是有长知识嘛？有长哦，有吧？说不定你们哪一天开了，你看哦，你看你这样子，明天你就你看你们每次礼拜听完嘛，然后你就可以上班的时候就能转说，哎、欸，你们听说哎、欸，听说那个日本那边，你看，你只要再冠一个国家的名词在前面，在前面，哎、欸，然后日本现在都有那个群组出来在吃饭，哇，直接同事眼光发亮哎、欸，哇，你怎么知道你都在看国际新闻呢、欸？对啊，就是我很爱发，我爱就是发了一些。我跟你们讲啦，有好东西你们就要懂得分享。真的，这讲真的是我们之前没这样讲呢、欸，要分享我们的 podcast 给你们的亲朋好友、嗯，长知识、嗯欸。如果你已经评过五颗星的。你还有别的事可以做，就是分享啊，分享啊，对对对，传播爱，传播欢乐，对，传播知识，对，传播知识。OK， 好啦，那这是我们的今天的第一则新闻，第一则主播。好，第二则很厉害哦，因为这个是全英文 的，有人要来表演他的英文演说。不要找。好啦，这边内容的话，我会先讲一个中文的那个我自己翻译的中文的主题。你自己翻译哦。他这个他这次的新闻主题就是苏格兰机场人员不清楚机场隔离的规定，那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继续听下去、欸、听下去。这个呢是来自 BBC News 的BBC News UK 的一个英文报道，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那是关于苏格兰的这样子。 OK， 顺便练听力。 OK， Under UK plans, people arriving from high risk countries on a red list will have to quarantine in hotels. The First Minister said that would be extended to all travelers regardless of which country they have come from. Okay, so... Okay, 怎么啦? The chief executive of Glasgow and Aberdeen, Scottish government for not involving the industry in its discussion. Derek Proven insisted there had been no engagement over policies which have now completely shut down our airports. The Scottish government said...Work was ongoing on the details, and it will obviously talk to the aviation sector before announcing its final plans. Tougher quarantine rules for arrival in Scotland. This is number one. Mm-hmm. Number two, Scotland needs to go faster on vaccinations. Mr. Proven of the AGS Airports Group told BBC Radio's Good Morning Scotland program, the industry must be consulted if it is to help implement the measures. He said, there is no engagement with the Scottish government. We are finding out the next restrictions as the First Minister makes those announcements.There has been an announcement of the third set of further restrictions in the same number of weeks. But as of this time, we have no idea how that will work.
We don't know how people will be able to travel from aircraft to the hotel. And we certainly don't understand what monitoring and measuring will take place between the Scottish and English borders. 结束。谢谢。欸，先不要走，你没有听错，我们是出走吧，国外生活攻略呢。好，那我就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再讨论、okay. 好不好？好、啊。那基本上这个报道你可以听到，这个是有几个人在讲话，就是他有这个翻译不行，他就是有把人家讲的东西写进去，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份报道。然后简单来讲，就是你大家都知道英国其实也是非常严重。然后英国的话，他们其实已经就是 close down border 嘛，所以你看，像我们之前有一个，就我们老板啊，他想要寄东西过去、啊、对对对也没办法，所以就是变成是说他们是完全连一个就是一个航班都没有，所以就变成是说其实他们已经 locked down。但是 Scottish 其实他们就是也有点 under UK 嘛，所以就变成是说，那他们是不是也要去有同样的政策？因为以前我跟你讲 ，UK 以前的话是只有 high risk country， 我刚刚讲到，就是他们有一个 red list， 就是红单、黑名单，不是以前啦，就前阵子啦，前阵子以前感觉像古代呢，不是前阵子。那他们就是苏格兰跟英国可能有一个 red list， 就是一个警告的那个名单，这些国家的人进来的话一定要 quarantine， 所以表示呢，有些国家进去是不用 quarantine 哦，你就是直接进他们的国家境内。所以其实跟台湾你就发现差很多，因为台湾从以前、嗯、也不是以前啦，要讲以前，对，以前刚开始爆发的时候，其实就动作都很快，什么什么的，要不关 border 啦，要么就是 quarantine 的那个 protocol， 就是所有的步骤都做出来了。但 UK 其实是近期变成全部都要 quarantine。日本好像也是这样、欸、对，也是到近期才开始、啊、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我又很难去 comment、嗯、因为那个是关于一些政治立场，还有关于一些他们对他们的可能一些他们的一些还有经济那些东西的，对，经济，所以这个我就不是专家，所以我就不愿意多说。那基本上就是他们的政策是这样。但最近呢，就是也就是已经要 quarantine 全部的人了嘛，所以 Scottish 也在想说，他们的 first minister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他们的首席部长，就是我们的 Nicola Sturgeon。 那他就在 Monday 的时候，其实今天是周五嘛，所以大概是2月1号 Monday 的时候，他就有说我们要跟就是英国一样，可能就是我们也要说那所有的旅客进来我们都要做隔离，就是可能要做 quarantine， 要去饭店做 quarantine 这样子。然后这个时候就来了，为什么这报道会出现，就是因为机场人员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就是他有点像是他看了新闻才知道，或者是他是看了一些报道才知道，但问题就是说根本就没有protocol， 就是根本没有步骤，而且他们是第一线人员，然后他们还不知道这个东西。对，所以我刚刚一直有讲到一位，就是 Derek Proven， 他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中一个苏格兰，因为我刚刚讲到两个大机场，就是 Glasgow 跟 Aberdeen。 那 Glasgow 就是苏格兰最大城市，然后 Aberdeen 呢就是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城市之一，然后这两个机场这样子，然后就变成是说那他就表达他的立场嘛，他就说那其实他们要这样做，其实要给我们更多的指示嘛，例如说那例如说他就讲到最后面，我有讲到嘛，说他们不知道如果他们来了他们要去哪一间饭店，这是第一点。对，然后他们也不知道 We certainly don't understand what monitoring and measuring will take place， 就是他也不知道说到底是要怎么去做一个检查，因为其实 Scottish 跟 English 他们是England 他们是有 border 的，就是苏格兰跟英国之间他们是有那个 border 的这种人，就是还是有边界，对对，边界，对对，边界跟边界。那这个的话又没有，就是这可能是会有那种车子经过的，那这个又要怎么去做一个 quarantine 呢？反正就是这个好像都是没有讲得很清楚，然后就被 announce， 所以他们就有点傻眼。对啊，但是我为什么会特别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是因为我觉得菲律宾也是这样，菲律宾 style， 菲律宾 style 这样。我跟你讲，菲律宾最近有一个很好笑的，就是他们现在菲律宾因为要为了小孩子安全，所以他们要在车上一定要装那个小孩子坐的椅子哦，安全座椅，安全座椅。我知道你要讲什么，然后我跟你讲超好笑，因为最近超多梗图，就是因为他们小孩也没有讲是几岁，所以有一个12岁的妈妈就让他的小孩子坐上去，他不是说12岁以下吗？对，但是有些12岁很大只、很大只啊。然后我就看到梗图，就是他那个小朋友坐上去的时候，那个头已经是这样弯着打到车顶。男票作家有分享，我就觉得超傻眼。然后反正就这样，然后他们还说什么你搭 taxi 也要自己带那个儿童座。不是啊，这个又跟那个疫情有什么关系？我就突然他们就是这样，然后大家就很奇怪，不先搞那个，然后来先弄这个。对啊，然后很奇怪的是，就连当地 local 的 LTO， 我们叫 land transportation 的那些人，就是政府官员，他们也不傻傻，就是，所以我觉得其实蛮像的啦。所以其实你们就是跟英国人其实没有，但我的意思是。我想表达是，其实台湾真的很好，因为你看台湾每讲一个政策，基本上当然不是完美的哦，因为我知道一定会有人北宋我讲。对，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两个新闻，两则新闻，其实主要也是要让大家知道，就是其实
台湾最近不是都会有一些本土案例还是什么开始回来，大家在外面开始抱怨说抱怨谁怎样怎样有的没，但是其实台湾已经很幸福，台湾真的做超好，对，不要再说谁做的不好，大家也都没有想要有这些事情发生啊，对不对？大家其实可以去看莫彩希，她是一个 YouTuber， 然后她就跟她老公从美国回来台湾，她就有拍她一整个 quarantine 就在机场的过程，我都觉得超顺的，就是大家都很就是机场的人脑袋都很清楚是什么，然后你都会有很多的指示，你会有一张纸也有中英文，然后他就是会让你乘客知道你下一步要干嘛，然后他把你送去 hotel 什么的，所以苏格兰就没有，他们就觉得很傻眼，那我现在要干嘛，我都要把这些旅客送到哪里，然后但是我的首席已经 announce 了，对啊就是一个没有制定一个 SOP， 然后也没有 announce 跟他们讲，然后也没有教他们怎么用，然后就莫名其妙颁发这样子怎么啦，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太急啊，太急，但是你还是要跟第一线人员讲吧，因为你看他们现在已经几个了，这数字怎么看啊？现在这是他们几个确诊了，这怎么看？182K， 对啊，就一样18万嘛，那差不多3%啊，对啊，因为我看他们的人口大概是540万嘛，所以差不多他们是3%的人确诊，很多哎，100人中有3个确诊，他们这真的很夸张，死了也6000多，你看台湾才910。台湾到底什么时候才会被颁奖？我真的是不懂，死亡人数才8人、欸，还是我们来弄一个那个叫什么台湾颁奖典礼？那个让人家签署的那个叫什么啦？什么签署啦？就签署啊，是签署吗？啊，重点是你要签署他们，就是你要募很多人，你要找到很多人去签，然后就是签署，不是它有一个更厉害的词？那你要人家签署什么？好，我等一下想。就是我们一起去讲，就是我们一起签名说要达到100万个人，然后国家就要给我们颁奖这样子。我们要被颁奖，我们要被颁奖，因为我们在讲台湾好话。对啊，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啊，要爱台湾啊，没错啦，反正就是，我们很幸福，就这样，幸福，对，所以过年要知足。对啊，然后我们现在再讲一下，大家过年要小心真的因为一定会乱跑，因为就是现在就是如果长假，大家其实都会开始就是疯狂国内旅游、开始往外跑真的，我那天去爬山也是看到阳明山一堆人，而且是平日平日因为屁孩放寒假了，所以一堆人跑出来，对、因为现在寒假嘛，所以就是你们自己也要注意，就是我虽然我们一直说台湾很安全什么的，但是你们基本的什么消毒啊、保持距离啊、那些都还是要注意这样。因为再怎么说还是会有破功的时候嘛，就像那个真的确诊的那位，不可能是完美的嘛。对啊，对啊，所以大家要保护自我啊，对啊，保护自我。好啦，那我们差不多这了吗？差不多到这边了。对，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新的一个尝试。对，如果不喜欢，要留言让我们知道、再让我们，你要跟我们讲啊，不然我们都不知道呢，我们就会一直做呢。对，因为其实我们两个有讨论过，我们觉得这东西还蛮不错的，因为除了可以给大家一些新鲜的东西以外呢，你们也可以就像他说的，跟同事炫耀，只是为了炫耀，为了耍酷炫耀。你知道那个苏格兰？没有啊，总不可能一直在聊那些今天中午吃什么吧？很不酷呢，我们是帮你跟你同事有 topic。对啊，就会不会害他们，然后觉得说这人好奇怪啊，跟我聊什么主厨？跟我聊什么主厨？跟苏格兰硬聊，因为他这样讲，然后他了解不深入。如果你了解不深入，你只知道 topic 没有用啊，因为人家问你更多的时候，你就没有没有啊，讲一讲而已。所以简单来讲，你要听完，对，你要听完，对啊，对啊。你们想要听什么也可以跟我们讲啊，对啊，对不对？如果大家喜欢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话，记得也让我们知道，而且你们可以挑国家，例如说我想要多知道哪个国家实施，真的，嘛客制化，我们再看要不要，又在那边不确定。好啦，那新的一年，因为再过两天，因为礼拜一大家听的都是礼拜一嘛，再过两天就是新的一年啦。我们不会停更。你们还是要听真的，因为我们15号也就是下礼拜一还是会跟，我们都保证了，我们已经保证了，因为我们现在有很有自信了。对，那我们一人讲一句吉祥话。好，这我没有练习耶。没练习，那你自己那你讲、我就讲一个很怂的、好，牛年行大运。我还认识嘞。祝大家牛年行大运。好，祝大家扭转未来。可以吧？扭转未来赚大钱。不是啊，现在过很好的，他不想扭转的慢。真的哎，那祝你。过年不会牛，之类的，不会牛，什么意思？不知道，不会太牛，不会太牛，因为太牛就会喝很多，就会喝醉，就会倒，倒很棒啊，倒很棒。我最喜欢喝醉了。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尬聊国外进行式差不多到这啦，那希望大家还喜欢。好咯，那我是妹，我是 Sherry， 我们下次见，拜拜。